我太太在 Facebook 看到某一次她 post 吧，她 post 然后这个 Aurora Pants 的裤子，然后就有一天哦，那个某一她来我店洗头，我就直接问她这个裤子，因为我本身有那个这个做完工会有一点那个腰骨酸痛啊。然后我太太就讲，诶，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哦，问一下某一看，然后我就直接问某一咯，然后OK 啦，某一有解释到很清楚，等我就买下啦，决定买下一条先，买下一条 test 下先，然后我买了之后我又没穿哦，我的太太就讲买来浪费钱就念了很久啊，念了整个月我才穿。我有穿过一次的，但是我觉得我穿了，好像很热哦，做工就OK 试下再穿啦、啊，再穿。然后理发师做工在 salon 会比较跑来跑去会比较热吧，所以我就坚持穿咯。OK 穿了怎样？就是多穿了2个星期啦，大概我又没有发觉到有什么特别哦，就发觉到没有那个酸痛啊。没有那么容易酸痛啊，没这样容易那个脚没有这样容易累啊，没有这样容易累。然后发觉到那双腿会比较轻啦，做工比较轻，没有这样重。还有啊，我有一个问题的，还有一个我的脚，因为我们长期在 salon 做工时有潮色吧，有时那脚裤子在里面有潮色。所以我会有一个那个皮肤问题啊，就是有那个小小的那些 ringworm 哦，就是藓啊，我们讲藓啊，藓早期穿的时候，我还没有穿的时候啦，我就不直接讲解决，OK，我就看了很多医生、皮肤科，然后擦了很多药，也吃了很多药，也用了很多时间去擦药啊、吃药啊，都花了1-2年了，1-2年时间，然后穿的这个裤子刚刚开始是也是有一点点痒，但是两三天罢了啦，两三天，然后过后呢就没有痒了咯。我开始发觉到，那个裤子要不要洗的，还是有什么要怎样讲要不要洗还是什么，我就买第二条咯。就我晚上跟早上一起穿，然后我就开始我的晚上穿跟早上穿，做工穿跟睡觉穿，那个先就开始慢慢转去巧克力，浅巧克力，浅色巧克力，再穿买多半个月过后，就慢慢了深一点的巧克力就没有痒了的了，已经是完全没有痒，没有痒，没有讲那个先就。没有吐出来了，就是平了咯。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你的后骨那种，后果就没酸痛了，没有酸没酸痛痛啊，咯，没酸痛。其实我们站很久是，一定的，一定很容易酸痛，疲劳这样子。但是穿了这裤啦，我相信很多站的问题我都解决到了，都解决我的问题了。像你穿了过后，你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会很少运动，是不是？来讲一下，因为你很少运动，所以你的之前你的肚子前面都是会那哦，个是，哦，那个，OK，那个我穿没有穿之前我的那个要看我瘦但是有 有肚腩的，那个肚腩是比较松的，OK，这个裤子是有这个好处是它比较可以拉到比较高哦，所以我的肚子是它。它解释在，好像 six pack，它解释在中间这样咯，大概那个很快，那个3个星期，我都发觉到它比较结实在中间，比较硬，不会松松穿衣服不会好像比较松啦，不会走出来这样不好看。对了，所以 OK，这样子的话，这样你有什么话要对，比如说你想 share 给一些你的朋友、你的 family，包括这个裤子的，这个裤子啊，哇，这个裤子，好，我这个裤子什么？对，它不粘汗呐、
它不粘汗的、啊、这个，不粘汗。嗯，早上我有时做下 workout 的，做下 workout 真的是不粘汗的。然后，而且没有味道咯，它不会啊出汗，而且它出汗又不会有味道是。对。啊，然后我的亲爱的太太就帮我洗啊，我要穿另外一件做。对。只要坚持穿对吗？嗯，要坚持穿呐、啊。对。我出出的时候还是on off 的，就是因为我才买一条嘛，其实买两条比较重要啊。对。两条，比较适合啦，因为晚上早上我是比较喜欢，早上跟晚上穿的、啊，我喜欢那个贴住的感觉，对，贴住感觉不错啊、还有我的还有一样我的脚板。脚板上都没有这样快冷啊，因为我的脚很快冷下了，其实。你讲有什么穴啊？我觉得这裤子啊适合一些那些长期站哦，长期站的顾客啊、那些朋友，同行、重要啊，那个腰部可以解决那腰部，我们站的久真的是很容易累啊，这个可以帮助很多、哦。我的学龄是这样啦，我觉得可以帮到大家。哎、okay. 当你旁边的话。OK， 所以我老公已经他已经讲出了他对这个阿罗拉的这个见证，对，改善了这个血液循环，对。然后about 我自己咧，我的见证是其实就是我是先穿那个阿罗拉袜子的，我是先穿袜子，因为那时候，我怀孕第二胎，我怀孕我的女儿的时候，我就先穿那个袜子先的阿罗拉袜子，然后在这个就是晚上的时候啊，每睡觉的时候我都有穿着的，然后你看我出去啊，我都是喜欢穿球鞋的。你看到我生了为止，到我要生的时候，我的脚竟然没有水肿问题，真的没有肿。然后我还可以穿那个是啥？我可以我可以第一台我就很肿，然后我就真的找不到鞋子穿，真的很肿。我还没有要生都已经很肿，可是第二胎完全我看到真的是就是不一样哦，我还可以穿球鞋，真的我。差不多我要接近我开刀的日子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穿球鞋，我觉得真的是很奇迹。然后过后我生了过后，我才决定就是我一定要尝试这个穿这个阿罗拉 pants， 因为我只是穿个袜子我都已经看到了我要的见证，而且我没有很明显，而且我没有脚抽筋这个问题，我完全没有脚抽筋。然后我的脚我是身体比较讲手脚冰冷的，但是我穿了这个袜子过后是它真的有改善到我没有这样冰冷啦，没有这样冰冷。然后过后我就穿那个阿罗拉 pants， 对，那是几时穿？那个是我做完月子，其实我应该在做月子的时候就穿的，我真的是其实有点后悔，但是我觉得还来得及啦然后我就穿那个阿罗拉 pants， 就晚上我出去我都穿的，然后我晚上睡觉我也是穿的，所以是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到我是都知道的。每次出去是我没有别的裤子，我就是穿我的这个 Alora pants 的裤子，真的。然后不知不觉我身边朋友每次聚会他们都讲，哎，你好像有一点跟你生第二胎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没有这样整个人这样肿了。哇，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开心。第一胎因为我第一台是完全没有接触到这个 Alora pants 的，所以是那时候我水肿到真的是很像气球一样然后我真的有这个风湿的问题很严重，只要我去吹到风啊，还是带我孩子去海边玩的时候是吹风的时候，一到了晚上是有一次是我就很严重的发高烧，全身酸痛，真的很辛苦。然后我一点点就不能做运动啊，不能做一些站太久也不能，坐太久也不能，因为我脚痛啦，我后面痛，而且第一胎我自己给我的大的女儿，大的儿子，大儿子，我第一胎是我自己带我的儿子的，就是给他洗澡这些，哇，我每次弯腰给他洗澡，当我弯了我要站起来的时候，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后面的骨啊。因为我开刀的，所以那个打针那个很痛很痛，所以我每次是晚上是我一定跟我老公讲有没有那个粘那个叫什么、贴
叫什么，不就是有一个黏让它舒缓，但是黏了之后它又一直来吧，一直来一直来，就没有什么改善。然后然后我也是花了很多钱，就是去按摩，去找人按摩，一通我就去按摩，一通我就去按摩，可能两个礼拜一次哦，两个礼拜一次我去按摩，不按一次不便宜，就要170-180这样子，我两个礼拜就去一次哦，然后就虽然有改善一点点，但是还是会回来。过后，在我看到就是我穿了这个 Alora Pants 过后的第二胎，完全真的不一样。我的女儿是第二胎，是我自己，我没有工人的，是我自己带我的女儿的，给她洗澡，然后我要带两个孩子，真的，然后我还要煮饭，我真的是不简单啊，这样子，因为真的是很累的。谢谢你、啊。应该是做母亲的这些就很辛苦，但是我真的很感谢，因为我可以有这个 Alora Pen， 因为真的不是因为它神奇，真的不是因为它神奇。当你去了解了这个 Alora Pen 过后是，我真的觉得是，我会想要介绍给我身边所有的家人跟朋友，我会鼓励他们一定要坚持穿，因为真的可以看到那个效果，而且我腰骨疼痛这个问题完全没有了，真的完全没有了。然后我第一胎我的腿是我是水肿很厉害，然后我的腿是很大的很大的，我有以前的照片的，然后过后我可能会放出来了。然后这次我穿了这个 Alora Pen 过后是真的我的腿是真的没有那么大。然后它真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 cellulite 啊，对，我的那个 cellulite 啊，真的是浅了。我老公，我本来没有发觉的，是他跟我讲，哎，你的腿好像浅了哦，线条小了，哇，我很开心哦，因为他骗我。然后我就拍照给我朋友看，哎，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不一样哎，因为我老公讲好像少了，我怕他是只是安慰一下我，其实哎，真的是好像淡了。然后还有就是最明显就是我的肚子不是有那个妊娠纹吗？因为我怀第一胎的时候是，我跟你讲，我是65公斤，我怀第一胎是我一直吃不停，我没有控制我的那个吃的方面啊，我每天都很喜欢吃蛋糕的，所以是我一下子从65公斤是我就上到去差不多要接近生90多公斤，那很夸张啊，我家人每次都讲，哇，你真的不能再这样子下去哦！所以我怀孕的时候，我的肚子全部是裂的，就是我的妊娠纹很严重了，然后很深了，我的颜色是很深的。但是过后到现在，我的妊娠纹是什么颜色？你问我是，我真的可以给所有的，就是不能，就是过后我会拍照给大家看的、啊，就是真的很淡了，完全淡了，变好像透明啊，白浅，很浅，很淡了。真的很少，所以我真的很开心诶，因为我听到就是很多就是讲生了孩子是那个 cellulite 是在，还有那个肚子的妊娠纹是很严重，但是我真的到现在我没有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帮助到我啦，是真的。所以我每次都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你们要坚持的穿，真的不，他不是穿一两天就是马上你要的效果，需要时间。如果你是真的很愿意，然后你想要看到你想要的效果，是真的很建议你坚持穿。像我这样子，可能真的是早上你看，就算现在我们 MC 我们待在家，很多人我有些朋友就跟我讲，怕很热，白天穿，其实它不会很热的，真的它不会很热的。我连我煮饭的时候我都在用啊，因为我站，有时候我要做家务，然后煮饭之后我站了差不多应该有6-7个小时吧，因为我要自己抹地，我家是没有工人的，我要自己抹地，我要自己扫地，我要自己煮饭，真的不简单，我要准备早午晚餐呢，所以我就觉得，诶，我的骨头，我的后骨啊，那个开刀的那个，诶，真的是没有很痛诶，所以我就每次都可以煮好料给我老公，因为真的有帮到我，就真的没有这样辛苦呀。还有啊。哦，还有我也是有，到现在我还是有穿着我的阿罗拉袜子的，我没有放弃它的。就算我有这个裤子，我也是没有放弃这个袜子。扁头痛。哦，还有一个，扁头痛。我从我怀第一胎我就开始有扁头痛，然后我还有看医生的，就是看我的妇产科，我就跟他讲我扁头痛很严重，有时候真的痛到是，真的是很辛苦。他就给我药吃哦，药吃，但是我就算吃了药，可是还是会 on off 啊，还是会来的其实。然后到现在我有 Alora Pen， 只要我偏头痛，
我就把它套在我的头上，因为之前我有看到 Facebook 有人 share， 然后我就那时候半信半疑了，真的嘛？可是过后我真的是套上去哦。可是你套的时候，你也是要休息的，要去休息，真的是五分钟，这五很快，真的是五分钟之内啊，真的没有痛，真的它是可以讲，它真的是可以帮到我，哇，真的是我就觉得神奇啊，真的很神奇。但是其实哇，所以我每次跟人家讲。每次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讲，喂、哎、真的很神奇耶，他真的会帮你解决掉一些偏头痛啊，然后你的腰骨问题啊，一些等等。然后我的家人就那时候就觉得这样神奇然后就对我很不相信啊，是不是哦，是不是哦。可是所以我就很鼓励我身边的家人啊朋友一定要买真的要买这个 Aloe Pen， 因为真的是可以帮你解决掉很多问题，然后也可以帮你省钱，你也不用一点点都去看医生，一点点去看医生，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诶。因为现在我们的公司每次都有做一些这些优惠啊，很值得的，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所以在这里其实我还有更多的分享，但是今天我只是分享到这里。然后我希望我的身边的家人朋友们，真的如果你们现在有我有就是有我们两个的就是之前的问题，不妨可以来 PM 我们，就是来问一下我们，然后你想更了解的话你也可以找我们，我们会给你给你更多的那个资讯啊 about 这个Aloe， 不管它是pants 啊，雪润豆啊，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一家人都有在吃在用的，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里今天就分享给大家。这样你今天有什么话给还要跟大家讲？坚持穿，如果有 Aloe pants 的朋友们，真的要坚持穿，真的但是没有，是啊，坚持穿啊，对，一定要啊，真的。真的要坚持穿啊！不要说不要，其实不要买一条，真的。之前我老公他买一条是，他就是 on off 哦。如果你买两条的话是，你就没有借口，真的。尤其是现在在这个 MCO 的时候，是你更要穿，因为为什么可以帮助到你瘦身，然后线条对线条，然后你、还有我这里应该有家人跟朋友，你们都很爱运动的，真的。还有我的朋友啊，跟我。就是我有跟他们讲的，他们每次在做运动是一定要穿着这个 Aloe pant， 真的要穿着它一起做运动，因为你会比平时出汗更多。你看啊，对对，因为它在燃烧，然后你看我在，只是我平时是很少运动的，但是我在厨房或者我在做家务时，我的汗真的也是流到很多很多的，比平时跟一些做运动的人是一样的，所以是。真的，我要坚持啦。希望如果还没有这个裤子的，真的赶快去买这个裤子，因为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你很多很多的问题。OK， 所以我们的这个今天介绍的这个Aloe是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有的一定要坚持穿，早晚，因为你已经没有借口了，你没有借口说。哦，我要讲就是哎呀，我明天要去哪里啊，不方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真的。趁在家你就一直要坚持穿，然后你看到的效果是你一定觉得像现在我讲的，哇，好神奇哦，神奇酷哦。OK， 拜 。